每周一讲 Weekly Talk。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每周一讲。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布朗尼。布朗尼是一种介于蛋糕和饼干之间的一种蛋糕，它既有乳脂软糖的细腻，又有蛋糕的松软。布朗尼可以有很多种样式。布朗尼的原料通常包括坚果、霜状白糖、生奶油、巧克力等。据说是一个胖胖的黑人老奶奶围着围裙在厨房做松软的巧克力蛋糕，却忘了先打发奶油而做出的失败的蛋糕。但这个蛋糕的湿润绵密成了意外的美味。利用我们刚刚学习到的知识，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小测验吧。 Using the information that we just learned, now let's do a quiz. 第一题，布朗尼的质地是什么样的？ Number 1. What is the texture of brownie? 第二题，布朗尼的原材料有哪些？ Number 2. What are the ingredients of brownie? 第三题，布朗尼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Number 3.How was brownie created? 现在由你来讲讲看吧。Now, it is your turn to talk. 你最喜欢吃哪种蛋糕？ What is your favorite type of cake? 本期的每周一讲就到这里结束啦。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